国服前十凯特，国服前十图茨，国服前十库珀，国服前十黑猫，通通斩于马下。从今天起啊，小破车改名为装甲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哥。没错，正如开头所说嘛，小破车怕是要改名为装甲车了。因为昨天四排在开门红的情况下，后面好几十亿连胜啊。主要是燕子小子吧，为了偷懒不四排多打素材水视频嘛，直接后面就不说话认真游戏了。我们几个由于没和他聊天扯皮嘛，也是失利大声啊。OK 啊，那话不多说了，直接先来一场精彩的对决啊。老规矩了，别忘了先点一个免费的赞啊，让我们回到游戏吧。燕子不会这一整一晚上不说一句话吧？这装高冷的，改路线了，转高冷路线。这小燕子等到他。等到五十估计要说话，我要下班。我都不太会哄，别说哄人哄妹子没哄，难得的。来，照我。哎，找到挺稳了，还能帮我妹妹看行了。找到挺稳的，什么？这小子。Later。走了，有药水。我靠，燕子把听筒都关了，什么鬼啊？他都听到我说话了啊？这个臭小子。给他两巴掌了啊！咱们咱们还是先去走廊推吧啊！你说是吧 ？OK， 就在我脸上了。OK， 那我走到走了，在我后面，在我后面有盾的。OK。队友被绑上。没什么，没蓄力，有牌有夹，他不好救啊！等我去，他不好救，我得去，钩子用了，叉子也用了，我来一起去，他不好救。跳上来，有夹子吗？他十二级，他不好救。有夹。怎么办呢？这个大体，我救了。变大猩猩。他没机运的，但是得拦一下啊！好像，得拦一下，冒买了个盾、哎。我能走，他没抓我，抓你去了。我走了，你们走吧，我走了。我也走了。OK， 六，吃个蛋糕。我也走。这不肯定要去支援下来，因为至少带个蛇姬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蛇姬海盗其实没救援能力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要去过去帮一下。我配压视野，直接搬吧。我搬了。OK。小英套上推吧，推这吧，我直接开头盔推，我轻伤推，好推完了我就开。霸铁没了，冰块拿一手，这小子霸铁交了，走了。六啊，我去调药水了啊，兄弟们，小心。药水我调过隐身，你直接进就行。OK。开压视野，没人开视野吗？不敢开，他应该对，他应该就我。领航。OK， 我去开。OK。下去了啊，那我可以推上面那个，你们抓走了来，兄弟。我走了。小心夹子，应该是变大猩猩了啊！我听到一个灯的声音了，兄弟，应该是变成大猩猩。没变，幻觉能不幻觉？变大猩猩都下不来，他都下来了。那我刚才确实听到那个声音，又打了鸭子了。在哪里吗？很慌，兄弟。你应该在马力的那后面吧？奶酪矿。奶矿说：“那我小推。”燕子是隐身光，不用管他。我戴个头盔过去。我会隐身。他好像散去了，散去了。他不调隐身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在下面呀！你不要跳啊！他从室外过去了，他没从奶酪矿过去。那我推。那我没想到的。这小子，走奶酪矿过来的。啊，我推完了，推完了。不可能从奶酪矿过来的吧？我们在这里啊。奶酪矿过来的呀。猫下去了啊！猫下去了。猫下去，小点。那我怎么没看到他呀？我来，过来推我这个头盔啊。哎，有蓝皮。哎，还在奶酪矿，还在走了。那就不拔了。啊，下去吧。我等你们，我吃八杯的，我下面。哎，他就在下面。啊！我靠！啊！别呢！啊！一个两个给他送啊，结果业主做了秒飞啊，什么鬼啊？什么？这啊？没秒飞，别着急，没秒飞。抓了光，打的我啊！业主守我，他要甩我，他肯定要甩我。我的天！
这不算。队友那最后一波直接砍完吧。好，就他放了一个甲啊，放了一个甲。彦祖能救啊，因为他有盾，我是不好救。嗯，他彦祖的盾破了，你也过来一下吧。有夹子是不是有夹子？是不是夹子？有个夹子，有个夹子。Nice， 这一波就帅，帅。人家走掉了，我走掉了。哎，他又抓我这小子，变大猩猩。没猩猩，没猩猩。我来救，你走。他直接甩了，那你救吧，我走了。有夹子的，能救是，你确定？来，咱们走。走吧。完了，这个墙缝的分全被彦祖给一个人毒吞了。那就好了，无所谓了。漂亮啊！四跑就行，问题不大。有没有注意到宝哥玩了一晚上心爽啊？就是为了让你们感觉到班长也在啊，是吧？太感动了，这消破式的友情。好了，这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关注啊！咱们下期再见了。